原台湾教育部管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报告案，请说明。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救国中学红楼跟原台湾教育会馆是本局公告的司令古迹，公告资料请委员详参图建议。本案新建工程，申请单位是润泰国际创新公司，新建工程坐落在本市中正区南海五角段68之1的22笔地号。那因为离建中红楼跟原台湾教育会馆，就是国家28纪念馆，涉及文字法34条的规定。本局在2018年7月11日邀请吕前老委员、刘世英委员跟薛晴委员召开专案小组审查会议，会议结论，请委员详参附件三。原则上就经中审出席委员意见，初步认定新建工程未破坏古迹，古迹之完整，且未遮盖其外貌或阻塞其管理通道。那二，本基地临直辖市定古迹原台湾教育会馆，是请开发单位补充古迹监测及保护计划，执行，让临近植物园以指应办理施工监勘。那有关本案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的报告书，请委员详参附件。那本案基地的说明。本案基地是在泉州街跟重庆南路二段这个红色框框的位置。那跟建国中学是隔泉州街，那跟国家28纪念馆是隔重庆南路二段70巷的道路。那为了呼应28国家纪念馆的开放空间，本案的基地位置尽量集中在南侧。那大型的开放空间留设于国家28纪念馆。这个跟开放跟28纪念馆的这个开放空间，那这是本案建筑跟28平行距离约54米。那这是从28国家纪念馆西北侧视角的视觉模拟图，那这是从国家28纪念馆东北的视觉模拟图，那这是跟建国中学红楼看过去的视觉模拟图，就本来建国中学的正向视角是不影响。那西侧的视觉模拟图，那这是从国家28纪念馆视觉东北侧视觉模拟图。那在古迹监测保护计划的部分，本来是采密打工法施工。那在国家28纪念馆古迹监测规划的部分，原则上是是在28纪念馆有设置多个呈现点跟电子倾斜室，随时监控古迹的这个呈现变化的情形。那有关于植物园遗址监勘的部分，本案虽非在植物园遗址的范围，但仍然会请厂商在施工计划中列明，若发现疑似考古遗址，立即会通知主管机关采取，并为采取必要的维护措施。一旦本案未有本案中正南海五小段68之122笔地号新建工程，未有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所列有破坏古迹之完整、遮裂外貌或阻塞其观览通告之余，你请同意备查。二，本基地临近直辖市定古迹原台湾教育会馆，请开发单位后续提送古迹监测保护计划，临近植物园遗址办理施工监勘。三，本案已结论办理后续报告完毕。好，谢谢。来，本案请各位委员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意见。好，如果各位没有意见，我们就本案同意备查。下一案，报告案四，中正区成功段一小段253地号等2笔土地增建工程，临建历史建筑土建生故居，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报告案，请说明。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办理。它本案新建工程是位在善导寺，那它的内容是增建电梯禅室，无地下开挖，那坐落在成功段一小段253、253之2地号，那它的基地临近历史建筑图天生故居，那它因为涉及文字法第34条，本局在1018年7月11日邀请李成朗、刘淑英、薛晴委员
召开审查会议，那结论如下：经中审出席委员先认定该新建工程未破坏历史建筑的完整性，也没有遮盖其外貌或阻塞其观览通道，后续依文字法需送本审议会报告。二、历史建筑建设保护计划，请依委员意见修正后，同修正回归到本提送本局审查。那经过申设单位邱承任建筑师事务所提送修正版计划，本局原则同意续送本审议会，并且在2018年8月29日有回复休息。那报告书可以请委员看一下，桌上都有一本A3 的他们的报告书。那解雇本文化资产权益法文资法第三十条规定报告书。那这个是基地的位置图，可以看到胡天生故居在这个黑色框线的左上方，那红色的部分就是在善导寺里面它增建的建筑物禅室跟电梯的部分。那这个是模拟图说，从善导寺的前面它框起来部分是增建的部分。那这个是在善导寺的后方后面的巷子里面，可以看到左侧的话是它模拟的增建的部分，那右侧则是可以看到的历史建筑胡天生故居。那这是增建部分的模拟图说，还有从善导寺，还有从胡天生故居看过去增建的部分。拟办中正区成功段一小段253D号等2B土地增建工程，临历史建筑胡天生故居未有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所列有破坏历史建筑之完整遮盖其外貌或阻塞其观览通道之余，请同意备查。二、请申设单位依审查通过之报告书及历史建筑政策保护计划予以执行。三、本案依决定办理后续。以上。好，谢谢。本案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本案同意备查。下一案，2825大同区圆环段2小段407-3D号等8B土地改建工程，原历史建筑日新国民小学，原日新工学校红楼，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报告案，请说明。代理陈情是日新国民小学原日新工学校红楼101年6月12日公告为历史建筑，本案是本府公务局新建工程处委托蔡茂泽建筑师事务所规划，因新建工程基地与历史建筑日新国民小学原日新工学校红楼为隔道路连接，因此事务所依文字法第34条规定，不通报告书本审查。本局108年8月8日邀请三位委员召开审查会议，会议结论：本案经中审委员意见，同意该工程未有破坏历史建筑之完整遮盖其外貌或阻塞其观览通道之余，本案续送本审议会报告。那本案的报告不成为本三页手印资料。这是本案的经地地级及位置图。那红楼在左侧的部分呢？本案经的黄色光线的部分。这是本案的建物的模拟图，这是它的跟新国桥之间的视觉模拟图。拟办一，新大同区圆环段2小段407-3D号等8B土地改建工程，历史建筑日新国民小学日新工学校红楼，未有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所列有破坏历史建筑之完整遮盖其外貌或阻塞其观览通道之余，也请同意备查。二、请开发单位依备查之报告书据以执行。三、本案依结论办理后续。以上报告。好，谢谢。来，本案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好，没有的话，本案本属于备查。下一案，报案六，北投区公益公园复建地下停车场新建工程，临历史建筑北投赖氏祖厝，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报告案，请宣读。本案依文字法第31条办理。办理情形，本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委托杨瑞珍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办理公益公园复建地下停车场新建工程。考量本案工程与历史建筑北投赖氏祖厝位于同一地号上，请该处依文字法第34条规定提送计划过局审查。本局于2018年3月13日邀集文资委员办理审查会议，会议结论为：经审查未有文字法第34条所列情形，依委员意见修正后之本府审议会报告。本案因工程范围及内容修正，建筑师事务所8月4日提送更正版计划，本局再次请文字委员办理书面审查。审查结论阅以，依委员意见修正后，提送文资会审报告。
事务所于9月4日提送修正后报告书之本局，原则同意续送本审议会。解附本案第34条报告书，请委员参阅。本案基地地籍图，橘色虚线框的部分为新建工程范围。建物位置图，本案由停车场向代事主做的视觉模拟图，请委员参考报告书第6页。本案由代事主做向停车场的视觉模拟图，请委员参考报告书第6页。拟办北投区公益公园附近地下停车场新建工程，拟历史建筑北投代事主错未有文字法第34条所列有破坏检查之余，拟请同意备查，请开发单位应审查通过之历史建筑兼特级保护计划执行。三，本案依结论办理后续。好，谢谢各位委员的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本案准备备查。来，下一案。审议案一，直辖市定古迹台大法学院行政大楼2/2层新水平专教室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审查案，请说明。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24条古迹修复及再利用办法第13条办理。直辖市定古迹台大法学院是在87年的时候公告为古迹，当时的公告的建筑本体有校门、行政大楼2/2层清水红砖教室，还有新四祠。那在2018年4月3日的时候，公告新增图书馆跟警卫室纳入古迹范围。那国立台湾大学在2018年6月27日的时候，提送台大法学院里面3栋行政大楼2/2层清水红砖教室前栋后栋修复再利用计划给文化局。那本局在2018年8月12日的时候，有邀集薛行委员、张坤正委员、蔡元良委员，召开这个审查会议。那结论原则修正后通过，那是办理公听会之后提送本府的审议会审议。那国立台湾大学已经在2018年9月4日召开完毕说明会，那说明会的会议记录详附件4。那这个是基地的地籍图，这是目前蓝色框出来的是目前古迹的建筑物。那此次的修复再利用计划是针对左侧行政大楼还有北侧2/2层金水红砖教室所提的修复再利用计划。那以下请建筑师事务所准备进行报告。主席各位大家好，今天其实是六月建筑事务所，然后包括在台大法学院三栋古迹的这个修复计划，还有我们到目前期末完成之后的工作的内容是这样。好，那这是我们的基本大纲，下一页。那要跟各位特别报告的是，原来台大，这是台大直接委托我们事务所来执行的这个调查一个。那因为当初委托的时候呢，主要是针对行政大楼还有两栋教室去做执行。那在整个工作的期间之内，后续呢，那整个古迹的范围呢，有再重新的去认定，所以在其他的电子地的那些古迹本地的部分呢，并不在这一次的调查研究当中。但是台大也承诺呢，会尽速的呢再去补齐哈。那所以这次呢，主要针对是行政大楼还有前后排教室呢去做这一次的修复及再利用整计划。下一个。那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范围，主要就是行政大楼跟2间教室。那我非常快速简短的跟各位报告一下整个创建的状况。那这个是大正8年的时候呢，他创立的台湾总统高等学校。那基本上创立这个学校的目的呢，是为了要培养南进的商业人才。那当然同时期间呢，除了商业之外，那在其他地方也会有工业跟农业相关的一些学校的一些设立。那在报告里面呢，我们按照他当初一开始设在原来现在在中山南附近
名称叫钦差行台，但这个名单可能还有点争议哦。原来是在旧台湾总督府的这个位置，然后后来持续呢做了两次的迁移，迁移到现在我们看到徐州的这个位置。谢谢。那在整个报告里面呢，除了建筑物它的发展过程之外呢，在它相关的那个课程的内容，包含历任校长哦他的一些行政的架构呢，在报告里面呢都有一一的把它再做一些说明。那在整个历史的价值里面呢，除了它是早期哦重要的一个高等商业学校之外，那最重要的是它是整个南进政策的一个例证。那所以他整个学校在培养的商业人才呢，主要是以南进为主。那整个学校的配置还有变迁的部分呢，我们透过一些旧有的图面跟老照片呢，在报告里面呢，我们把大力士的修建跟变迁呢，一一的去做说明一下。那这个是我们透过套图，然后去呈现呢它的修复及变迁的过程。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那现在整个这个徐州校区的这个部分呢，有好几座建筑物的标记还被指定为市定古迹的范围。那再特别强调，我们这一次主要是针对行政大楼跟两栋教学大楼呢作为我们主要的标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会主要以这个为主？就是因为现况哦，它的那个屋面是瓦的屋面哦，已经有明显的一些漏水渗水的一些问题哦，所以希望台大相关机关在这一次的在利用计划里面呢，我们可以尽速的呢赶快去做一些初步的一些紧急的防护修理。那针对它所有各个实习哦的空间的内容的使用，还有变迁，还有它的增改建的一些状况呢，我们在报告里面呢也有用图说啊去做一些对照的说明。那在整个建筑物的破坏的部分呢，我们经过了建筑物的呈现，还有倾斜，还有包含的一些初步的一些耐震的评估跟计算呢，目前初步看起来呢，整个建筑物这三栋建筑物的那个结构状况呢，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主要都是一些构造性的一些破坏。那目前现况比较严重的反而不是这三栋建筑物住的位置，而是它周围的那一些庭院的部分，那一些的基础呢有一些些的破坏哦。那目前经过我们的检测呢，初步评估不会影响到我们建筑物的目前的结构。所以在结构评估的部分呢，我们有请结构技师呢做了一些基本的一些计算。那目前呢整个状况呢是没有问题的。那针对几栋建筑物呢，它的一些木构造的部分呢，我们有去做一些检测。那要特别跟大家说明的是，在行政大楼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那个大礼堂的那个位置。那大礼堂的位置呢，它的二楼的楼地板。二楼的楼地板还有它的看台的座位席那些全部都是木造的。那因为现况呢，目前研判它是有白蚁的一些破坏，但是因为它没有检修的位置，所以这个可能是在后续的工作里面呢会另外再去做一些解体调查的一些部分。但是那个部分呢，其实是在整体的那个发展价值或者在空间形式上面，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后续呢更有比较精准的一些调查，然后再去提出它相关的一些修复的一些对策。好，下一页。那在各个建筑物的部分呢，我们全部在它渗水跟木料的部分呢，都有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讨论。那包含所有的门窗，还有一些重要的家具。下一页。那这个是那个前排教室的部分。那台大这三栋大楼目前有一些状况，就是它校区里面的那个植栽非常的多，那离建筑物的距离呢相对是比较近的。那目前初步评估呢，大概我们可以用修剪树木的方法呢，可以减少或者是延缓它的危害。那所有的这些屋架的系统呢，然后包含它的那个木构造，我们也有组织去做检测。那初步来看的话，这几栋建筑曾经呢有遭受到白蚁的侵袭，但是台大呢他们自己有在做管理维护的时候呢，有去做了一些白蚁的一些防治哦，所以目前虽然有看到一些那个曾经受到白蚁蛀食的一些痕迹，但是现况是没有活体白蚁的，所以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之前的这些防治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效果。那当然这个也要持续的再去做后续的管理维护呢，然后去保持现在这样子的状况。下一页。
那这是后排教室的一些木质的部分的石块状况。那后排教室比较特殊的是，因为它经过了不同时期的这个改建，所以它的那个木构造的状况比较不是那么的平均，而且很重要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后排教室它的二楼的楼地板是用木构架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去做了一些调查，目前看起来初步看起来状况还可以，那个原来受到白蚁蛀蚀的状况呢已经受到很明显的一些控制。再下来，那这个是主要的一些破坏的一些状况。那在植栽的部分呢，我们去做了整个区域内榕树种的一些调查，那包含有几棵那个我们建议呢，最后在后续的修复及再利用的时候，可能去需要移除的这些树种呢，我们在报告书里面都有一一的去列表说明。下一个，那在整个文化资产价值的部分呢，我们认为它的历史价值呢，就是它除了是一个初期的一个高等商业学校，最重要它是一个日本南进政策的一个专门学校，那是台湾最早设立相关人才的一个培育机构。那在艺术的价值的部分呢，在它整个建筑物的形式上很清楚的反映了当时流行的西洋的一些历史西洋的一些建筑。那在历次的这个校园的改建的这个状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当时日治时期对于高等教育建筑的这些建筑群里面他们的一些配置还有相互之间的一些关系。那再来就是在建筑部分的价值呢，就是它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日治时期的一个教育建筑的一个样式，但是在它行政大楼的部分呢，它的那个大礼堂的部分呢，它用挑空然后做阁楼这样子的格局呢，也很明显的反映了在当时这种集会场所它所使用的一些构造跟风格。下一个，那在整个设计者的部分呢，他的公司主任林哲市长呢，他曾经在台湾执业过，然后做过相关的一些作品哦。那我们认为这个是在非同住府营山科的这种主管哦这样子的层级里面哦，他其实也是一个某种程度是一个代表。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代表的这些案例呢，其实可以再把台湾建筑史相关的一些部分去做一些补充哦。谢谢。那刚刚提到我们针对我们这次户外的状况呢，我们提出了一些紧急修复的计划。那这个紧急修复计划呢，也已经审查通过，目前正在做发包。那整个经费的概算，紧急修复的部分大概是4000万左右。那我们也提出了刚刚提到的那个解体的调查的一些建议。那这个后续呢，会再继续的去做执行一下。那在整个修复的计划部分，我们针对行政大楼还有另外两栋建筑物呢，我们都有针对它的破坏状况跟提出它的修复的对策。那整体的修复概算呢，大概要接近1亿的左右。所以台大目前的执行的状况就是，我们先把紧急修复的部分就是针对屋面的一些防护，还有基础一些墙面的一些破坏，要去做一些整修。所以那个后续呢只会再陆续的执行整体的修复计划。那这是我们预估的工作期程。那后续的再利用呢，在初步我们定位呢，它还是仍然作为学校使用。好，谢谢报告。来，我们各位委员针对这个案子有没有要提问？好，谢委员。那特别一件啊，那么这个完美人形的，你们写一个新字体啊。事实上，在日据时期，它是一个圆环。这个水池是民国以后才建的，但是我建议你们不要用新字体。因为新制品它原来有特色，它是指30年代日本它那个帝国主义向南侵略的时候，它做的水池，就像是朝鲜的形式所在的。但这个不是当年的意义，所以就讲水池就好。所以以后的文书，我建议你们都用水池，不要再用新制品，新制品它有特色。好，谢谢谢委员的一个了解了哈，好，要修正一下哈。好，各位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请各位来这个审议案都要投票的哈，请各位把这个票勾一下给工作人员来收。
今天几位委员在？在。在场共十五位委员。好，十五位委员。好，谢谢。本案出席为十五位，那么十五位都同意哈，已经达到这个法定的人数，所以我们本案决议同意审查通过。那接下来跟各位委员报告哈，因为接下来的几个案子呢，都是跟市政府有相关哈。那按照新的这个运作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我跟蔡局长必须要回避，好，有几点，好，所以是不是各位同意？我们的委员当中请，比较相对资深的先行委员来主持。好，谢谢，那我们就请先委员继续，好，谢谢。到主席，到主席，除了主席跟蔡局长以外，那个另外督察局等两位这个机关的代理委员也必须。涉及到金浦七号。